静宝，有人问你说你还喜不喜欢激素？他现在他直接说不喜欢。5月28号，好了，我不能多说了，再多说啊，我怕你们抢不到。哦，带过后就有人骂姐姐啊，你不要再讲了啦，我抢不到票。是什么感觉？还有人问我去哪里买票？我打一个连5天啊。都什么时辰了？LED 看板吗？可以，但是你的看板不能太大，我怕挡到后面的人。然后你也不要带旗帜，比如说我的海报，你把它印成一块布，然后拿很高，一直挥一直挥，这样子你会很累。啊，一来你手会酸，二来你会挡到别人背。然后你也不要像耍大旗的那种，那个不要，那个不行。有人说我眉毛怎么了？没有怎么啦，就长这样，眉毛就长这样啊。就这样吗？没有，就是我妈妈生给我就这样。可以跟静宝打个招呼吗？静宝，你说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声一点。大家好。哦，他使尽了吃奶的力量跟大家说好。你要干嘛？你也要过来吗？我拿薯条。哦，你要拿你薯条、哦。静宝，有人问你说你还喜不喜欢激素？他现在他自己说不喜欢。你知道为什么静宝就不喜欢了吗？因为他很久没有在看 BLACKPINK 了，但他最近在迷一首歌，歌吉拉。对哦，歌吉拉是他永远的最爱。然后呢，他最近就在迷 Switch 的跳舞，然后他就爱上了一首歌。静宝怎么唱？你要唱大声一点呢、啊，静宝，你过来唱，你唱大声一点。好。哦、不是先讲，你要唱啊，静宝，大家快等你。全部给我走了，气死我了！那我来唱好不好 ？Bang bang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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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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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 bang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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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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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， 就是他在迷这首歌，他很会唱，他的耳朵很好，他会唱那个 che cha la ga， 那个 che cha la ga， ch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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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 la ga。我们要那个公布中奖名单，小编会联络你。你就要保持电话号码20年不要换，好不好？好，20年后小编就会联络你。等一个礼物要等20年。